本土登革热破8000例，全台半数县市都沦陷。台南一周增加上千例，成为红色警戒重灾区。今年东南亚疫情严峻，台湾也准备进入高峰期了吗？面对登革热在延烧，从政府防疫措施到民众自我防护，我们该如何对抗登革热？周五晚间8点，南部开讲。登革热疫情越来越严重，全民防疫措施怎么做？